第二拳统名的杜明泉62号。第三拳统名的苏格兰人101号。第四拳统群的迷你长毛腊肠犬113号。第五拳统群的柴犬131号。第八拳统群的黄金猎犬196号。第九拳统群的法国斗牛犬251号。第十一拳统群的台湾犬432号。
看就好，不能。今天第一场的 Baby Messi 秋威廉即将选出，
等一下审判结束以后，请各位热烈的鼓掌。OK， 今天 Very Blessed Winner 是工作犬杜宾犬，我们恭喜杜宾犬。同时，请西藏獒犬44号杜宾犬进场。西藏獒犬44号，西藏獒犬44号。请西藏獒犬马上进场，好不好？Okay, let's see your second race. 地球全斗士的法国变龙犬跟新马变龙犬，接下来请出 Let's see your third race.